你唔好以为你帮我坐到十六，你好巴闭。我唔系老冯，要俾一半你噶。我中意俾就俾，唔俾就唔俾。仲有啊，唔好对我老婆起头，如果唔系，我一枪打爆你个头啊！你明唔明白啊？ 好似系我唔啱，我呃咗你。我都系想大家以后有好日子过啫。你中意嘅，你咪爆我出嚟咯。但系你谂下，你个女边个照顾先？你阿妈又病咗，不如咁啊，你入去坐，我喺出面打江山，等你出嚟之后，我分一半俾你。我讲真嘅，今次一定唔会呃你，我发誓。 喂，你个喇叭有冇搞错？失踪几日电话都冇过。喂，你都傻傻地嘅，你叫喇叭上位帮你套料啊？俾住我都走啦，系嘛？而家连条细针都冇埋，你话以后仲点破制毒工厂？我眼瞓啊，我唔同你 dinner， 想唔想知道你个女多啲嘢啊？你喺你个女心目中本来好伟大，本来啊嘛，可惜而家喺佢心目中，我已经死咗。你好难怪佢，冇人想自己老豆系黑社会，仲系毒贩添。除非你行翻正路，如果唔系，你个女好难会抬起头做人。如果你真系想个女认翻你嘅，就要睇下你以后条路点样行，黑定白。 你自己解。
晚沙糊啊，趁热食啊。好啊。嗯，点解今日咁淡嘅？系咩？嗯，唔好意思，我今日有啲失手。你平时做嘅甜品都好有水准噶。可能我今日心情唔好啩？咩事啊？你点会怀疑我同孝哥有嘢啊？我跟你咁多年啦，我系咩人你唔知咩？我唔系唔信你，不过啲细菌出边乱吹，所以你又教训咗孝哥一餐。孝哥系点样嘅人，我相信你清楚过我噶。我梗系知道你同阿孝冇嘢啦。天哥。本来我不应该理社团的事，但我觉得我应该帮孝哥讲句公道说话。当年如果不是孝哥帮你坐十年监，你不会搞到俊卿，俊卿不会好像今天那么风光的。我明白，不过现在我拥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打回来的，要我分一半给他，始终都是有点不甘心。那凡事都要看两面的嘛，俊卿有咁多生意，你始终要揾个帮得手嘅人噶。咁你唔好当孝哥嚟攞嘢嘅，你当佢系拍档咁得啦。咁咪又系要俾佢？咁孝哥读咁多书，佢一定好帮得你手噶。咁将来生意自然越做越大噶啦。比起而家，你分少少俾佢又算咩喎？心，你太容易相信人啦，咁啊好容易蚀底噶。有时就算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可以尽信的。放心啦，我有分数。哎，天哥、南哥，得唔得啊？今日啲肥牛几好啊？记住啊，天哥中意食边位噶，阵间整碟靓啲嚟啊！好啊，我去搞，慢慢食啊。天哥，阿孝条友仲有冇对阿嫂压金金咁啊？如果你唔方便做嘢嘅，我一個麻包都可以笠住佢，掟佢出公開喂魚啊！你好想佢死咩？呢啲咁嘅淫棍，人人得意腳知啦，連阿嫂都夠膽搞。我問過阿心啦，佢同阿孝根本就冇嘢。你講嚟講去都係想踢走阿孝，攞翻個 disco 啫，使唔使攞阿嫂嚟過橋啊？唔係啊，天哥，我真係冇咁諗過噶，我都係聽啲僆講噶咋。你幾個啊？係咪發雞盲啊？八內障啊？咁样讲阿嫂，同阿天哥讲对唔住啦。对唔住，天哥。冇事啊，天哥。天哥，揾我嚟有咩事？冇，见咁耐冇同你食饭，揾你过嚟吹下水啫嘛。坐。唔好意思啊，天哥，冇咩特别事嘅，我先走。喂。你家陣咩態度啊？咁樣同阿天哥講嘢？我同你講啊，你唔好三分顏色上大紅啊！天哥叫你坐啊坐，企啊企，喺度擺款，你邊位啊？信唔信我喐你啊？俾面你啊！你聽住，我最憎俾人屈嘅，冇再屈我。阿孝，俾面我。话晒一场兄弟，以前嘅事用粉笔抹咗佢。天哥，人哋点睇我唔紧要，最紧要系你点睇。十年前我当你系兄弟，十年后嘅今日都系一样。如果你唔信我嘅，我将我啲嘢交翻晒俾你。是我想多了，我现在跟你说声对不住，得了吧？做兄弟的有今生无来世，好难得的。喝两杯酒啊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